老公太小气，老婆抱怨嫁错人。他是什么？他说第二名的话，你的朋友感觉说第一名。省小朋友的尿布，就是规定他，比如说一天只能用四片。你平常生活买东西也会精打细算吗？这衣服也是我老婆送给我的。他的内裤是我阿妈送他的。他不要我让我买，我买回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我吃，他也是想吃，他也是跟我拼命的吃啊。今天晚上9点，爸妈熊很大。